嗨，阿良，今天是几号？我跟你讲，今天是1月7号。1月7号，我们见面会玩的歌厅。对，因为我们昨天做了一个整人的企划，是真的是接到了94周年迪士尼的那个拍摄邀约。对，但是呢，我们接到是在台湾的松山烟厂。嗯，我骗了吴宇阳，是我把他们放在松山机场。对。你知道为什么现在突然找你们出来，然后拍东西吗？我今天是来宣布一个好消息的，就是你看到你们今天跟粉丝见面，已经是一个好消息了，对不对？现在喜上加喜。你们记得之前有一个迪士尼90周年的特展吗？你们好，你们自己有没有在拿相机啊？我就觉得你每次都好近哦。我想，本来以为在哪里？迪士尼啊，在日本。好了，我真的直接跟你们讲啦，我们明天我要突然带你们出国。哈必啦，就是明天当天来回，不可能东京迪士尼90年特展。我说真的，我说真的，你发誓？我发誓发誓，不要乱发誓。我说真的，真的发誓。你不要是整人气话哦。没有，真的不是整人气话，真的发誓，是发誓。有你发誓，有发誓，发誓，有也发誓。阿伯，你发誓，发誓。真的，小小慧发誓，小慧发誓，小慧发誓，你发誓。老师，他说我们要出国。不是北海道，北海道迪士尼。是有听说一天松山来回，是有听说。我不知道按什么程，是有听说。你明天真的假的？没有啊。还是阿良你生日吗？我生日。更屌的是，他如果表现这一支影片数据表现得好的话，他带我们去美国迪士尼总部。听众那边很认真，非常认真。我跟你讲，认真到我实在是问我几行下哪一个行。对话框，对话框拿出来看一下。这压力压力好。到时候要帮妈妈再看一下。对。我问你，还在跟我讲说那个讨论包包要带多大？好。我跟他讲说哈，当天来回的。当天来回可以不用那么重。看一下，好不好？就是直接一秒的过去。我其实会有点紧张。骗人就会很紧张这样子。等一下，看他们来的时候，他们到底会怎样？好。谢谢哦。对，紧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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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松山机场，然后呢，我跟温妮还有洋洋约在那一个门口见面。其实我现在是有一点，不只是说说，紧张紧张，期待期待，紧张又期待，这种情绪跟要告白是没什么两样。我们现在就敬请期待他们来吧。来了。第一个受害者来了。哦，我们刚才在互拍吗？等一下，我有录啊，大家有录。我们等一下洋洋再一起进去。等一下我要拍你们一个进去的画面。那你期待今天吗？蛮期待的。你知道为什么期待吗？为什么？因为从来没有这种行程。是不是？然后虽然去过东京迪士尼，但是没有去过 Dead。怎么办？他现在很开心，我就有点完蛋。第二位苦主来了。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你们护照有带吗？有，我今天差点没带。啊，我们俩就要进去了，要对。check in, 你们护照先给我好了。可以。OK 喽，那我们准备出发喽。可以。好，我们准备出发。出发。松山烟厂。骗人的啦！我要去，不管了，我们今天要先回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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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你都不怕看到我们直接哭吗？还是他就想看我们哭？我跟你讲，不是，最近的欢乐气氛实在太少了，所以我要提一下。这样更不欢乐啊！不欢啦！你悲伤跟悲伤哎，就是不能还带那么重，就是、我从来没有带这么重的东西出门，我能省则省。对，我还背后背包，就怕想说可以去那里放。你有没有发现我贴心的一个地方了？没有。有。要整人还整到说一开始就会拍，所以说没化妆的话可以戴个墨镜或帽子演示一下。整到这么贴心，我也是第一次听到。真的不贴心，因为我还上网查，想说如果我不想那么早起来准备的话，
我可不可以怎么样省下这个步骤？我还去查迪士尼旁边有两个置物柜可以放。我昨天还特地找护照找超久。是这样吗？对，我们都很烦呢、欸。哎、欸，这也先踢到。而且说哪里啊？你干嘛出现？你们如果不出现的话，就是有可能是不要再骗人，中招骗人了。哎、欸，大家早安！有会跟雷达，大家早安。我对你的信任只有两次，你人生已经有两次。如果人家再说你怎么，我不会再帮你背书了。我昨天真的帮你背书哎、欸，真的。我昨天还我背书背到那个泱泱说，好吧，那我回去问一下，这样，然后就他才跟着我一起想。对啊，我一直怀疑，因为我觉得阿良没有这么好心。然后我是想说，阿良怎么可能会骗我？而且重点是，我还跟我朋友说，哎、欸，我跟你讲，我今天要去东京迪士尼一日来回，我超兴奋的，你知道吗？我还跟朋友炫耀，我今天是怎样？松山机场来回，而且你看哦，我们去的是松山烟厂，然后我跟你约在松山机场，就差了一个字。超紧张，还会将带日币跟票。哎、欸，真的，我好像没有钱可以带徽章哎，赞。还有带多少钱？我还想说我要去买伴手礼，还啊不就还好？我想说等一下再开漫游，谁说给你啊？超多的！生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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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热，我这样羽绒衣很烦又很热，我不是要穿这样，我想说我你要烦呢、欸。还好我没有穿羽绒衣，我本来要穿羽绒衣出门，但两周男性又比较胖了。他看到我们在走，他一直在笑。我们要准备去松烟迪士尼九十年特展了，开心吗？今天可能会讲不好，又是他两个错。快点换去 run， 我们要转场了。是吗 ？run 一下，拜托 ，run 一下啊！实在是 run 不出来。Fresh coffee and bagels too. A new day is waiting for us. We got lots of fun stuff to do. Let's go to the zoo and feed the monkeys. I can lend them your baseball cap. Let's make the day a bear and a fun. Growing up is just a trap. Yo, 你们要讲一下你们的文扬 vlog 的那个开场啊！大家好，今天是文扬 vlog， 很开心。今天主持了一整集之后，我们就是仁至义尽了，也差不多要结束了，结束了。谢谢大家，欢迎收看我们的文扬 vlog， 我们下次见，拜拜。耶！快点，快点，因为我肩膀好重，我真的背很多东西。然后我现在好热，今天炸太阳，我穿23度，然后走穿这样走在路上。我昨天还上网查东京天气，现在0度。到0度，对，很冷。我还想说，我还带暖暖包哎、欸，我帮你们带哎、欸，阿良还帮我们带、欸。对呀、啊，我想说大家会冷用到。我这样做还有一个用意，就是这一次九十年特展，你看，就算不用飞到国外去，不然不用飞到美国，不用飞到东京，台湾就有，我会让大家体验一下这件事情。哎、欸，你不要嗨一点啦，这是用心良苦。我觉得我们现在再这样跟阿良聊下去，应该。欢迎学长吧，我知道应该有学长。学长好，学长你好，学长是绿茶学长，是绿茶学长你好。是你好你好。不好意思，我们今天可能会有一点气氛没有那么开心。不会，待会进去没就是开心的。哦好，那我只想问一句，学长跟阿良说，如果有可能的话，就是我们这次如果表现得好，你会带我们去试试。会有机会，全球各地的迪士尼都诚挚的欢迎大家去参观。那学长赶快带我们进去，然后感受一下这个欢乐的气息啊！因为他们在外面不是办法，有点热，对，有点热，想要进去吹凉一下。那我们里面请了 ，OK， 来 ，Go Go Go。全部都是来自于米老鼠，
所以在我们展览一开始就会有这句华特迪士尼先生的话，就是 It's all started with a mouse， 所有这一切的 magic， 所有这一切的梦想都来自于这只老鼠。所以我们待会进去看这个展览，就是看这个米老鼠在过去九十年间的所有的演技，所有的故事。像我有听说，就是米奇一开始其实是长得比较操劳，是吗？那时候的画，那时候的画风跟现在画风哪不一样？所以待会进去看的时候呢，就会看到它不同年代不同的画风。那我们就赶快直接去看一下，吹冷气。好，先让我有疑问，为什么那个华特先生会这么喜欢老鼠？那时候他应该可以看到很多动物，为什么他就是选择了老鼠来开始这个梦想？其实在最早的时候呢，华特迪士尼先生他成立的迪士尼的动画工作室，那时候你记得有一个小小叫做幸运兔奥斯华，幸运兔奥斯华，他耳朵长兔子吗？兔子，就是在你们本来要去的东京迪士尼乐园有在卖的幸运兔奥斯华，那他因为版权的问题，所以后来就没有办法做发行。所以在他从纽约搭车回到洛杉矶的途中，他就想到了要画这只老鼠。那因为老鼠，他觉得它就是很可爱、很好的东西，所以他但是一开始这老鼠的名称并不叫做 Mickey， 它叫做 Mortimer， 莫蒂莫。好难念哦，小朋友一定不会念。那后来是他的太太，然后这个名字可能不是对，不是那么好念，所以就把它改名叫 Mickey Mouse。Mickey 就很可爱。所以 It's all started with a mouse， 像我刚刚所说的，一切都是从一只老鼠开始。他是华特迪士尼本身就是一个很厉害的动画师。对，我相信华特先生应该从来没有想过他自己画的这么一只老鼠会活到这么久吧。而且在世界上造成这么大的。对，而且他带给真的很多每个人的童年都很欢乐。我小时候看他长大的。有点像，你有点像他，我也像米老鼠，我这么黑的米老鼠。看看他两超像的，他两个在旁边，整人成功，成功耶！算了，但竟然哥觉得蛮开心，对，就不跟你计较，慢慢消失。因为这个你所看到样板图鉴，大概是在1920年到1950年期间的这个样板图鉴。因为其实一部米奇的动画呢，它会有通过很多动画师共同去制作。为了确保米奇他所画上每个动画师所画上米奇是一样的。所以他会有这样的样板图鉴告诉你说，比如说 Fantasia 的米奇应该是怎么样画，他的笔顺应该怎么样，他笑的时候，或者是开心的时候，或者是怀疑的时候，表情各是怎么样。你也可以发现米奇的那个画几乎都是用不同的圆去组成。据当初画米奇的动画师讲，为什么会画圆的？因为就是带着一个 rounded 的什么的，一个很圆融的一个，所以米奇的个性就是很圆融，跟他很微善的。一个人相处。那因为米奇是从1928年11月18号这部《Steamboat Willie》威力汽船去诞生，那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呢？他是全球第一部有声电影，他把声音跟动画结合在一起，全球第一部。这旁边所看到的这些画呢，就是当时迪士尼动画工作室的另外的创办人叫伊沃克斯先生所画的。旁边的这个文字脚本，据说是由华特迪士尼先生亲自打字打出来。我想说，刚刚就想说这个应该是打字机。哎，这个时候就是那个魔术师的时候了吧？对，你先看那个有一个飞机的。飞机迷。其实你看这个呢，这部动画其实比《Steamboat Willie》还要更早。但是当时并没有片商愿意发行这部电影。那这边可以观察，这部电影叫做《Pan Crazy》。那你可以观察到在这部电影里面的米奇是没有穿鞋子的，他也没有穿手套。所以你看，待会再回去看 Steamboat Willie 的时候，他就有穿上鞋子了。像我今天有戴米奇九十周年的项链。哇，好可爱！真的你也够，真的更尬了。哇，好可爱哦！那这边大概就说明是魔法师的靴子那部片，他当初的艺术家他们把这样的场景画出来，他用石灰啊、炭笔啊，画出那种比较神秘啊、比较神奇的感觉，去营造出整个动画的一个质感。所以后面再继续做动画艺术家，就会依照他们所创作这样的质感去画后面电影的那个情景。这算是我觉得米奇比较风格比较不太一样的，因为他这个比较带有那种黑暗，也不是黑暗，就是神秘的色彩。对，你说对了，神秘的感觉。这边呢，我们其实是想给消费者一个，给观众一个惊喜，因为他的投影，看到我上面有画几个画框。那其实画画面其实本身是有，本来是有投影一些画作在上面。有了，他天机啊。好多啊，天机。嗨。嗨。嗨。好可爱 ，Q 哎。我觉得小时候还不
你小时候就跟他一样。李凯是他，对，李凯就是他，他也很嗨。拿下好了，终于。做不可能的事情是一种乐趣。我们今天就是在做一个不可能的事情，也是一个乐趣。又提。好了，好不提。就让你来，我们好不容易开心一个，对啊。然后这个可以跟你们介绍一下，这部叫做《Funny for Kids》。那正常人走过可能不知道它的背景，可是这部电影是1929年，也是米奇第一部说话的电影。那你知道米奇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不知道。哈哈哈哈哈。所以你看之后很多的，像《米奇妙妙屋》的那部主题曲，在英文版就是 Hot Dog Hot Dog。那为什么叫 Hot Dog？ 原来因为它的第一句话就是 Hot Dog。然后另外一个背景。是可以让我们知道是这个哈豆是谁配音的？谁？华特先生本人。对，他帮米奇配音，从这部电影开始一路配到1940年二次大战左右。后来因为太红，就没法继续配音。但从1929年的《Funny for Kids》一路配到1940年。很可惜，是看到米奇名字被拉下场。快让你最喜欢的。我看到了。I found my love. 等一下，接下来这个地方跟刚刚氛围完全不一样，这里好神秘 哦。可以看到下面。那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当你往下压的时候，它压到最底下。哦、他要坐上去了。看到最底下的那个。Richard 太轻了。这个应该要我来。好吃一点了。这下面有真的粉粉。哎。下在一起，我就知道，坐不下，你坐不下，坐不下去，可以，哎，压我一下，怎样？我祝你一命，祝你一命。不是这个，真的绝不是这个，因为这个太弹簧了。对啊，我现在满的后肢全部都是合了。对，你整个画面都是合。快就起来好了。我看到下一句了，这句太好玩了。这区大概就是把我们在过去90年来在全球世界各地的一些珍藏的商品，嗯，然后拿到这边做展示。珍藏的商品有各式各样的米奇耶。嗯，你看第二个上面第二个米奇。第一个你要看正面，我觉得你女儿会喜欢。好。你不要提我了。我跟你讲，你讲什么都没用，只要他女儿喜欢。对，就像刚刚他就是讲到说迪士尼的时候，他女儿喜欢迪士尼，所以米奇米妮他就进到迪士尼工作。他女儿喜欢维尼，他就办了一个维尼特展。对，然后他女儿现在喜欢木曜，他又出现在木曜的 vlog 里面。你真的在女儿的生活形影不离耶。我知道你叫女儿控，对不对？OK， 我们学长开始接着聊我们的话。对对对，你可以同龄同频率了。我需要剪掉。对，我们会剪掉了。那我们现在要直接先问题吗？可以。那我们先问第一个问题，问米奇的原来的名字叫什么？他在叫 Mickey 之前，他刚有讲，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威纳利，他叫莫蒂莫，作为那我们换一题，我问，算是一次机会。那我们跳一次简介，然后再问一次。你以为这样子又重新有三次机会吗？没有，你们就是两次。米奇的第一部有声动画是哈豆的，对，他第一句讲的话哈豆的，他那个片名叫做哈，不是叫哈豆的吗？怎么越来越难？拉蒂佛，哈蒂佛，拉蒂佛，哈蒂佛，1928，29，29，答对，答对，答对，耶，好可怕哦。那我问最后一题最简单的那个，刚刚已经答对的那个。哈豆，不是哈豆。1935年第一次彩色动画，第一部彩色动画，1935，叫做 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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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
察觉到分贝最高的地方就是在上面区，好对哇！想问一下，这个展是几号到几号呢？我们展览从12月29号就开展，然后会一直到4月7号。所以大家如果来看的话，可以先来看我们这支 vlog，你先稍微了解一下之后呢，你再来看就会有更不一样。我们有点像是 Google 地图，对，导航，导航。力气放很大，就大家可以好好放开心胸，放开所有压力，好好来这边玩。有没有听到？放开心胸，你们两位。我们 Richard 已经放开心胸了。你对我开心。好了，今天很谢谢 Richard 带我们导览这个名气放很大。那我觉得相信在观众朋友面前，木曜粉丝呢，希望你们来的时候看我们这支 vlog， 然后也可以更了解米奇跟迪士尼，然后一起很放。我们这个结束，温阳 vlog 结束，开心的冒冒烟喽。我是啥？哈哈哈哈哈！温妮娜，温妮娜，不要听！我要起吧，我要起吧！我是。Growing up is just a trap。对，你们发誓。可是我另外一只手。这是可以破解啊？知道吗？因为你要发誓的时候，对，然后。Growing up is just a trap.